在《爱上巧克力》一剧中饰演深情黑道大哥而大受欢迎的豆志孔，这一次在最新华剧《真爱趁现在》中又有令人期待的突破性演出。跟我约会还想别的女人？没有，他对我来讲他是一个幽默花心痴情的备胎。但如此一个高富帅的三金男，爱情观却是让所有女生感冒不已。明明别人都说你很花心，你就是这样，为什么你要把妹把成这样？其实花心这件事情教我还不一定会。可当他一发现他最喜欢的这个女生被追走，他反而就慌。本人跟在荧光幕上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两个角色，就是私下的他其实跟他对戏很过瘾。长话短说啦，就是因为 Linda 介绍个温蒂给我，温蒂呢他们需要一个人头公司，所以你知道我吗？就是为了你。很多这种那个一瞬间的火花啊，其实在这个时候就会表露无遗，因为那是你真的本人的真实反应，你不是在演。所以其实跟他拍戏很刺激，因为完全不知道他下一拍会给你什么东西。爱情中是否真的需要高富帅？相信这场由男女主角掀起的真爱追逐战中，一定能带你发现谁才是你心中的最爱。10月31日起，晚上9点，真爱趁现在。